好，就是你们可以这样子，而且你自己写过之后，你的问题才会出现。好像这里你看一下，这里就很多同学会问哦，我来示范一下，这里怎么做的啊？好，两个向量，他说两个向量都是 A， 好，我先这样讲，两个向量都是 A， 所以它的和啊，它的和就等于啥？就等于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两个大小跟起来都知道，那就 A 平方加 A 平方加两倍的 A cos 这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这个结果就出来了，就等于是等于二 A 平方加二 A 平方 cos 这个，好，看看啊，好，那这我可以把它提出来嘛，好，所以可以提出一个 A 平方乘以根号怎么样？两倍的一加 cos。好，那你看这个答案对不对？跟答案怎么不一样？对不对？那怎么过去？我想这答案当然是对的，好，只是你用不同做法，结果其实不一样，但是一定可以换成答案，讲义的这个答案，好，只是这个中间你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老师，那我们可以半角，就这种根号里面找到外面，哦，所以对，啊，对了，对，对，没错，好，所以那我讲就是这两个答案其实一样，但是它差别在你们数学的工具还没有